春啊，欢喜较早结婚拢爱用到的物件，为着传承这项手工技艺，河滨镇中寮社区特别开办春啊花技艺班，为学员哦是愈做愈兴趣，搁自行购买材料，当出来大量制作甲亲友分享。香花有春啊花，还有迄个石榴、新娘花啊，啊，即卖搁做大家花，搁做蜜月桃啊。河滨镇中寮社区的春啊花技艺班课程已经接近尾声，学员拢真满意这段期间完成的作品。予咱想袂到讲，即届办迄个春啊花，讲遮济人，大家拢足欢喜，大家拢做甲拢真认真，啊，有诶拢做甲搁超人老师教的，迄图我看着会晓做啊，大家真厉害。春啊花基业班的学员反应拢真好，大概到上课时阵，就会把握时间向老师学习。面对学员这么热烈欢迎，记得老师黄玉琪还佫特别搬救兵，找亲阿姊来倒下手，做伙积德。咱这学员吼就踊跃啊，人数也蛮多的，越来越多啊，所以吼，阮姐姐吼嘛专工为咱台中龙信吼过来甲咱支援，啊，这学生真足认真的，啊嘛。希望咱的这个鹿港市立美老师的这个技艺，会当把迄个延续传承的去。每个人都有一个材料包，然后材料包他们觉得他们做不够，然后又来这我叫我说哈，可不可以多订一些线，然后给他们回去做。然后大家都订了很多个线，然后回去都很认真在做，有的连晚上都睡不着，也起来做春啊花，真的觉得我觉得看得真的好感动哦。那再来感谢我们的黄玉琪代表，还有他姐姐，在百忙之中来帮教我们做春啊花。春啊花基业班的成员愈做愈有兴趣，甚至回去厝内也一直在做作品。这么热烈的反应，让家里翁婿感觉很好奇，特别到现场来看看。9月17日，中寮社区活动中心会举办成果发表会，到时阵对春啊花有兴趣的民众，会当到现场来参观这些成员的作品。多中华新闻叶宏武、何美采访报道。